来，很多人都说车子引擎不能洗，可以洗，但是要注意点火的地方不要去冲到，还有发电机，还有电脑的地方，电脑也盖一下，好，自己就向火而生。冲给你看。给它风枪吹给它干就 OK 了，好，这样都油渍都洗掉，那看了也比较高兴，对不对？那启动当时要注意，发电机要扛，啊，该吹的地方一定都要吹干接头啊，风枪就吹一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 ，OK。